five characters. 欢迎来看戏. So it's first. 欢. Second, 迎. 迎. 欢迎. 欢迎. 来. 来. Second, 看. 看. 戏. 戏. Exactly. 欢可. 迎. 迎.欢迎来来迎迎来看戏看戏再欢to play guitar actually、right. yeah oh yes because I'm usually I'm playing drums and piano and ukulele and accordion but for in this case we decided to let Stefan playing guitar on stage 比较帅啦，because it's much more effective than a little ukulele. So and I was working with a musician player together. 小豪，我们这次音乐设计师小豪，然后小豪家就根本就是一个乐器库吧，就他们家都有 N 把吉他，这样算出卖他吗？不算，就是说他有很多，就是觉得你自己听得懂，不，反正就是他家有很多东西，所以他就到他们家就选了吉他，选了那个手风琴，就带回家开始练习。What he said, yes. And so now I'm writing the music on guitar together with Pao, and this is the newest, way I did as an actor to really learn a music instrument for a character. And so now it's fun, and I'm really thankful. 我觉得蛮不一样的是。我觉得跟他演戏有点像在打仗，就是说每一次上场，他都是在剧本的方向、台词都还是没有变，可是他每次给的反应跟每次讲的话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刺激的，就等于现场我要是不听他讲话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个人演戏。可是如果你跟大部分的台湾的演员，他们都很尊重，也不能说他不尊重，就是说他们可能很尊重台词上每一个字，然后他就会照到上面讲。所以有时候就算你失神了或干嘛，你还是可以接回去。可跟他演戏没有办法这样，你就是无时无刻都要在一个能量很高的状态，然后他讲什么就对什么。然后我反而觉得这样很刺激。然后其实排戏几次下来，我觉得很过瘾。我觉得每次排完戏都好累，精神上跟身体上都很累。但特别是因为我跟他的戏几乎常常都在吵架，都是很暴力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很不一样的经验。这次大家在二部曲里面听到的歌，应该就会是一个蛮特别的组合，就会是由 Rafael 发想创作的歌词跟音乐，然后小豪再加进来他的 input， 然后调整，然后我再把我因为有些歌词我们希望把它唱成中文或什么的，然后我再二度诠释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感觉很棒的就是。我觉得跟某一些艺术家工作就会特别有劲儿，因为他们会一直生新的东西给你，然后生完之后就是分享。像我们常常都会接到他突然就是写了一个什么，然后他就是弹了一个什么，然后我跟小豪就会收到，然后就开始听，哎，到底怎么样？然后跟他讲说我们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一起把这个东西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剧场最迷人的地方，然后很高兴这次是跟这样的一个。伙伴一起工作，所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看戏。是10月24号到26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三场的演出，然后还有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会在11月1号到2号两场的演出。诚挚邀请大家来看 Q&A 二部曲，谢谢，谢谢，拜拜，欢迎来看戏。